那个游戏的名字叫做Utena 64，怎么念啊？乌克泰纳。看一下，选光画面怎么那么轻松啊？现在是在逛超市哦，没有地方可以选呢、欸。是说这一关过了之后再去下一关这样？杰伯的小屋，戴死小，杰伯蒂亚被一个老朋友叫去，哦，那个选难度哎、欸，有 warrior 哎、欸，给我看看你的 war face 啊！开始。困难，不要吧。这个游戏应该是射击游戏啦，没错了，因为它是包含在那个合集四代里面。这画面好像观景游戏，看看动物啊。Hey Jeb。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要介绍给你哦，我现在很忙，也许你会有兴趣。希望不是下一个导游，不是。这个工作是 FBI 给我们的哦，他叫我们去打一些被感染的野生动物。你只需要一直开枪、开枪、开枪、开枪，好，听起来很简单呢。薪水怎么样？你还有其他事情做吗？没有哎、欸。他的频道被拿走盈利功能，所以他只能接这种工作。哇，他讲话好快哦，可是还是听得懂啊。旁边有松鼠、欸，哎、欸，等等啊，这个游戏该不会是那个松鼠王那个游戏吧？那个作者做的是不是啊？怎么又是从这个小屋出来？松鼠订书机哦，干不会吧？干我要 K 笑了。干，好的，抓到了松鼠一只。那这个底片怎么交啊？还是随便啊？又是，你确定吗？我的第一关就是。收集道具，然后造松鼠，这就是我家。然后跟我们讲了我们为什么要去打猎，这样。哎，第二关，火鸡峡谷，火鸡湾，要杀十只，难度中等。这边的居民，有失踪的迹象，然后有奇怪的鸟被这些居民看到。什么东西、啊？哎、欸，到了吧？听到火鸡的声音了、欸，我、哦、在那边嘛。那怎么红通通的啊？这边的，吸引一下。哦、我刚不是有看到吗？火鸡嘞？干嘛啊？这火鸡还会往人那边冲过来啊、喔！死成这个样子，拍照。Pog 是什么意思啊？火鸡肉饭，补血啊、喔！对啊，鞭尸拍照。丢！我的饥饿了，我一直喂他们，一直喂他们，但是他们一定是生病了。不管我怎么喂，他们都不吃啊！我看着他们，大概只剩下几天的生命了吧？什么意思啊？
这边的这边应该是养鸡场吧，不是养火鸡的吧？还是什么？不管如何，不管他养的是什么鸡啊，农场主人喂他们吃东西，他们都不吃，怎么回事？绝食抗议吗？哇塞！妈的，很会躲。Hurdy，Hurdy，这是架火机的点。啊！What the fuck！ 赶快拿出你的 war face！ 啊！这是什么东西啊 ？Lauren， 这到底是些什么 ？Not composition。他说他们的野生动物被污染还是感染什么的、啊，这到底是什么鬼啊？这动物都异变了、欸，突然觉得有点紧张。等下会不会出现更恶心的怪物？先让我喝个啊，行吧。我看见我的小地图有好多。好多火鸡攻过来了，怎么打不到？妈的，干我死！他们怎么是飞天攻击啊？我这怎么可能用枪打啦？不可能。讲什么听不懂、啊、看不懂也听不懂。这边是在做什么邪恶法术仪式，然后那些是咒文吧。然后我发觉我的血会回耶，慢慢等一下好了。我去喝个补血。这里啊。啊，有死人骨头哎。这些火鸡最喜欢的就是人类的恐惧。这边刚资料说很多人失踪，他不就被都被火鸡咬死的？没有东西了，拍照照片拍一拍可以走了，读一下。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，是火鸡。Nice，Super smoking style。看到蓝色圈圈了，妈的，我要走了，关你去死！还一直出啊，不关喽。Warrior， 好多、哦，这是我拍的每一张照哎、欸，这游戏太好玩了吧！还有死人骨头。第三关，冷冻山谷，冰冻山谷。有感染的狼在这边被发现。我觉得有些怪物一枪打不死，这个枪没有连发很难呢、欸。而且每一个地区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。我说 Utena 第一章，在很久之前，太阳生气了，对着人类生气，然后派出了疾病来摧毁这些惹太阳生气的人类，人类就
召唤出了什么蛇怪去杀太阳，但是这个行动失败了，反而让这个蛇怪对人类很怨恨，是因为叫他去做很危险的事吗？然后嘞，蛇怪就把太阳杀了，蛇怪又把人类杀了，到底在讲什么？到底在哪里啊？干，两枪才会死哎、欸！他头爆掉了。前面啊，前面那个好像是迷路哎、欸，前面那个不是狼哎、欸，要哦，干，那狼怎么被剥皮啊？等等等到 ，Way to go， Way to go， Way to go， 这些狼被那个迷路打到天空变尸体这样子。迷路王，看一下。Hot dog， 好恐怖哦！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活的没有用，狙杀他，快把枪摆好啊！妈的！不是！啊！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动啥小？他身上到底是长什么啊？好像被什么异形生物寄生呢、欸？拍照拍照 ，Crispy，Crispy， 成功嘞！可以去下一个关卡喽。这个主角打这些东西打到现在都没有任何其他感想吗？想说哇，好恐怖，怎么有这么恶心的怪物啊？赶快找人来帮忙之类的，他怎么一个屁话都不放啊？鄙视主生气了，等下会杀山猪哦。喵喵喵喵喵！嗯，怎样？妈的！你们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啊？哎，等等，前面怎么那么多怪啊？你干！这狼刚不是死了吗？死了之后还会附身起来哎、欸！哦，妈的，他还会闪子弹！ Nice composition， 靠背。Make me smile。我觉得在后面东西应该会更怪异，我。这个走地图好浪费时间。我的卡车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好，走。这走地图好大，好费时间哦。还有哎、欸，哇靠！有非常大只的尖叫巨熊在这附近，什么鬼啊？尖叫沼泽，巨熊沼泽啊！我打的东西越来越大只哎、欸！
not so sure about this. 我不太确定我要真的要做这件事。开始害怕了，他打了那么多怪物，这次终于开始害怕了。小枪打熊其实很难死，你们知道吗？除非你能够精准的打到心脏，打头是不会死的。我不想死在这里。哎、欸，那熊都已经烂了哎、欸，打头。快呀、啊！快填子弹啊！他妈的，这中小。这一只熊要打七发八发，Way to go！ 干，我死定了，通通去数。Ooh, smells like barbecue in here。闻起来有 barbecue， 烧烤味。哎，怎么锁了？哪里啊？地下室有 barbecue 啊？会看咸菜还是烤人肉？走轮呢、欸？哎、欸，怎样？因为人都被吃光了吧？欢迎，末日到来，这边到处都是末日的降临的讯息。当是时候埋葬的时间到来，你会。得到钥匙，从旧坟墓。在讲什么啊？这些人他妈脑袋都坏了、啊。这是坟墓？那坟墓怎么都没有规划好、啊？这随便乱埋哦，搞笑哦！钥匙应该在这边啊，对吧？这边有一只。咦，拿教堂钥匙。他在有哪个位置？我怎么没看到？好、哦，好、哦，这是补血的。我、哦、干，这个比较爽哦。填子弹也太慢了吧！哦、这个连发好爽哦。什么声音？花生出来了。Lauren、我刚吃的花还该不会就是真的是感染源吧？那我他妈不是死定了？这些植物就像动物一样，它更像动物。它带回来种的这个植物像动物一样生长。所以大量繁殖，讲啥小我不知道了，头都坏了。第一天，他把这些奇怪的种子种下去，然后每天会记录他们生长的过程。什么鬼啊！破灭的种子。边，好黑哟、哦，下去啊！那么深，干黑沙小，是人的焦尸还是熊的焦尸啊？怎么都烂成一团啊？拍一下，拍一下。我觉得这一拍下去，后面是不是出现一堆熊啊？这是熊的尸体跟人的尸体啊？这还会长哎、欸？我刚一瞬间拍到了大概，哦，拍到六只熊的数量哎、欸，所以这些花是从是用动物还有人类尸体，然后当成养分一直在长。我死，赶快逃出去。
这是好大只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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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事没事。还以为在玩魔法公主嘞。所以说这些被感染的动物身上都长了类似植物的东西出来。就是因为这些植物寄生在动物的身上，让他们疯狂，甚至连死后的尸体也会动起来，然后开始袭击其他的生物。还有啊，什么流血 ，Grovey 是什么？只有一只哎 ，BOSS 啦。有怪异的声音从这边传出，是从一间废弃的屋子的传出的。那间屋子在森林的深处。好，做猎人就是要做到底，不管什么东西我都要打下来。晚上嘞，看看地图，只有一条路。All right, one more photo.只剩下最后一张照片喽，这是我最后一个工作的点了。真的一直在长哎、欸，啊，我一直吃的，这确定有没问题吗？先看看自己的鸡鸡是不是已经长出一朵花来了之类的，那个东西叫做菜花。所以这个场景蛮漂亮的嘛，啊，这是啥小？他们有在滴血耶，梦境的结局，捕梦网是不是？我一直在这边等待，直到我没办法忍受饥饿，就像我写的，我快死了这个情况，我的血管还有我的器官都扭曲，而且乱七八糟生长，哈哈哈！现在我被留在后面。但是我的身体却不停的长大，拜托，不要找我了，我已经是个死人了，哈哈哈！他还知道自己的身体变异，然后越长越长，越长越远，越长越大，他的意识还没有消失哦，这讲啥小？这时候就要开始唱歌，是什么？我不知道我们在这边到底来了多久了，我们找不到路出去，而且我敢发誓，那些树一直在成长啊，好像每个小时都是不同的树。我们在这边不知道是过了几天还是几个礼拜，有的时候，我可以在外面看见我自己，我放弃了。在外面看见我自己是说他在帐篷里面躺着，然后可以看到帐篷外面自己站在外面了，疯了吧？里面有奇怪的绿光在闪呢。植物长成自己的样子，这个我信了。这些植物在模仿人类啊，这么恶啊！头越长越长，看见自己的身体。妈的，这我真的要进去哦！哎，我这吸入他的物质，我不会死吗？
这边已经没有食物留下来了，我感觉自己快要死了。我不会再拒绝树木的召唤吗？是这样讲吗？我会抵抗。讲什么？幻听了吧？我都吃过了，我吃过了不代表我会死啊！等等，里面是什么？有个人欸，他手上有机枪哦。这是撑到最后的那个人欸。干，勇者是不是啊？他会不会活起来啊？看来他们饿死的。枪给我啊！枪拿来啊，妈的！拍照。来。好血！哎，我等于是找到他了，然后他就升天了啦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子弹是无限欸。游戏没什么音乐，好紧张啊！你唱好了。滴滴滴滴滴哒嘟哒嘟，滴滴嘟滴滴嘟，滴滴噜噜滴滴噜噜噜，滴滴噜噜噜噜噜。你们根本就不知道我在唱什么。知道？干？怎么可能？我是直接回车上了，不可能啊！拿到这个东西，我一定有东西要打。太棒了吧！哦，我血，我干！这就是传说中那只蛇吧？这是打怪物游戏，但是血量太慢了吧？哦，干，干，这不可能会赢啊！哇，被困死了！他有没有弱点啊？等一下，我最好是绕着边边。等一下，我的补血嘞，这个，你看看哦。欸，可以欸，完蛋，我也要变成，我也要变成植物的奴隶了。你看他身上是不是亮亮的？怎么打？欸，可以欸，但是他的弱点啊。其他的武器看看，我没有其他武器，我只有这一个武器。哎，有了有了有了，这是在打恶灵古堡啦，他们身上都有自己的弱点。看他卡住了，他卡住自己了。我就在他尾巴看他怎么打。人类的智慧。他有种就咬自己尾巴。我干，我被包起来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我们有重金属摇滚乐啊，打他屁股，断他尾巴。等一下，你不能这样把我包在里面啊！那只蛇有非常高的 IQ 哎、欸，贪食蛇六四，我赢了，我赢了，我赢了。
赢了，我赢了，我赢了。哟、No. What have I done? 我做了什么？ Right. This isn't right at all. 哇！干！我把蛇打死也没有用，因为那个植物就是整个就繁殖开来啦、啊。然后放了一个很悲惨的音乐，真他妈徒劳无功。你看，它花粉一直在扩散啊，世界末日了吧？五 T 拿六四，哦，没有了。哎、欸，关卡过关喽。Nice, 好了好了 ，Woohoo， 完成了过关，得到了作弊码 ，Caffeine， 咖啡因啊 ，Woo，Woo， 大家都变不是。我只有我变快，还是他也变快、啊？嗯？哦？吼！打动物园可以来这边看动物哎、欸。松鼠，能不能打他、啊？这边是游戏中所有会出现的动物啊。还有变异版的、欸，哦，原来这些东西长这样哦。这是什么？我怎么没有看过啊？啊？这好恶心！这个我也没看过哎，怎么那么多奇怪的东西都没有出现啊？所以说它的密码有很多都是一些彩蛋啊，是不会再增加什么了啊。就比如说你可以用所有子弹无限，然后所有的怪物变恐龙，所有的怪物变成刚刚看到那个人形的那个什么怪物怪小恶心东西，还有什么怪物头变小，怪物头变大。加速这样子啊，真正的故事就这样了，然后没有第二个结局，那就给你一些好玩的彩蛋密码这样子了，没有了。你们觉得这游戏做的怎么样？我觉得不错，但是地图有点太大了。可是以狩猎的主题为主，地图不大不行啊，你不可能说走个两步就直接打怪吧，对不对？那这样是不是很突兀？游戏剧情应该是根据民间传说那个大蛇。蛇的名字就是直接就是游戏名字，叫什么 Utena， 蛇头上长两根脚，然后超大只。可是，就算我不知道这个蛇的来源，反正我们主角他就是接受委托要去杀有害动物的猎人，然后到最后我们把神兽也杀了。神兽杀了之后，吐出了。感染的植物，然后自己也死掉，大概是这样。所以说，真正有害的东西是那个植物，不是这些动物啦。然后主角死掉，我觉得好像还蛮正常的，因为这一路过来，实际上他早就被感染了，他吃那个花，还有进到那个房子里面有那个花粉，对不对？我是觉得他应该早就死定了，只不过他是看到了真相再死而已，他不是死的不明不白。那、啊、我先把这个关掉啦，还不错哎、欸。那、啊、这次合集里面的游戏其实都还不错，蛮好玩的。